家人们，拼多多去年爆火的榴莲秒杀活动又回来了，限时返场一个月，一块钱就能秒杀五斤重的大榴莲。活跃饱满，香甜远糯，冷藏一下比冰淇淋还好吃。
抓紧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抢。这个视频有好多人为我穿成火鸡的做法。今天教给大家老简单了，准备食材，摆好的火鸡们，接着当午餐要流行蛋清蒸锅，湖南春卷皮芝士锅。春卷皮泡在热水里五秒钟，拿出来平整铺在菜板上，再用火鸡酱可加可不加，我喜欢带汤的口感。拿适量的火鸡面包起来就可以了。再做一个芝士锅，大家喜欢吃什么往里加就行了。